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一年一度的马来斋戒夜开始啦！每逢的马来斋戒夜，你都会看到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 Bazar Ramadhan。在 Bazar Ramadhan 里面会销售各种各样、不同款式、不同颜色、不同口味的美食。今天就让你们看看这里的 Bazar Ramadhan 所销卖的美食，也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每逢 Bazar Ramadhan 我必吃的美食。
今天的美食分享结束啦。如果你们有在巴扎拉巴旦尝试和我不一样的美食，你们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